常常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我能不能打赢泰森，在这里我只想说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泰森一样是被我三招秒杀的存在。所以说不要问我能不能打赢谁，那就是三招秒杀。同意跟我比武条款吗？可以啊。这叫什么？哎，还喜欢你？哎哎哎哎哎！